真的假的啊？真的，他们都这样子。很想顺便他们的中间，瘦度、肥度、肉度刚刚好，晃动就是，我愿意当他的终点线。王阿姨这边来，蹦蹦蹦蹦蹦蹦，不心动挑战又来啦！而且你知道吗？你说要录不心动挑战的时候，我想真的太开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最近身为一个地方妈妈，我真的好久没有看就是男人了。对，尤其我跟我男朋友住在一起，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在他旁边就是滑 IG 的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现在也是可能会很容易心动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又单身了，所以我现在很容易看到一个男生就很容易心动。嗯哼，今天惩罚是什么？今天的惩罚呢，就是多利多姿配上我们的麻辣酱，比多利多姿 更过分。这是什么？辣味的 chips。蛮好吃的，很出类。哇，会不会太多？这才叫惩罚。你把它放挖一匙在旁边，这样如果它是空的话，还可以那个。我们等下会不会录完全部两个中毒啊？对，或者是拉到脱肛这样子。完全是我的菜，很有才华哎。最近好像很流行，就是那种穿比较正式，然后跳跳动帅帅舞。我可以跟这个 AI 做爱，我可以跟这个 AI 做爱，你懂吗？我懂，就有一种那种斯巴达的那种三百壮壮士的那种 look。你刚你，我还好，受不了哎、欸，这个我这个像在台湾，我愿意花20000这样出来，才20000，我可以，我可以跟他做。哇，那个花痴哦！我第一下听唱，对不对？我受不了，我想下去点，不要浪费牛奶哎！啊，就那个经过它下面那个弧度太性感了。啊，晕了，晕了，晕了！不要浪费牛奶，不要浪费牛奶，好吧？喂，你要想对他怎么样？如果在海边或者是那种户外的 party 遇到这种人，我会一直看着他，我会被说像变态，因为这种人太值得看。一样的，对啊，好帅啊！他这边跳，我就默默这样跑去跟他，他旁边。哦，他是我的菜。我是很奇怪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他的泳裤好直男哦。对，我滚开。想帮他试一下吗？我想帮他按摩，就是肌肉，就是肌肉放松，放松一下这样，然后揉他大，叮当会不会 me too？我有一种感觉，他本人不会长这样的感觉。我们已经过猛。嗯，你像现在影片都给修了。对不起，是我的菜，是我的菜。蛮酷的啊。我掉。很好看啊！其实我会有点分不出来他跟上一个人长相，他们是阿拉伯人吧？
因为你知道我很容易为外国人脸盲，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我给你们看，我最近发现一个很好看的东西。等一下。啊！好好看哦！啊，蛮可爱的。有心动吗？就是做这种笨蛋的事情。好了，帮他试一下。好啦。不行，这太重了。这个要跟上一个我觉得档次一模一样。好大的东西。嗯。隔着荧幕都能感觉到这个男生的香味。对呀、啊，好香哦。很辣吗？哦！好酷啊！不是他，是这个。哎，我是还好，我就觉得。很想蹲在他们的中间。蛮可爱的。哦。但不是我的菜。有加分。有加分。哦。就喜欢直男玩这种游戏了。嗯。您的菜对不对？是我可以耶，是我大可以耶，就刚刚好，就是瘦度、肥度、肉度刚刚好。哦，啊，哎，哦，抖成那样子，好像阿良哦，他好适合当狗狗哦。说到狗狗 boy， 最近有个影集叫《狗狗 for the go》，这十个狗狗 boy 去比赛，然后最后选出一个冠军。有这种很像 RuPaul Drag Race， okay, okay.、嗯、但是可以透过 Search VPN 在 Prime Video 上看到，因为它可以连到美国网络，然后看一些台湾不能看的影集。哎、欸，我听说台湾的 Netflix 也可以，就是很多那种欧美的电影啊或同志影集也是看不到的。是、嗯，而且我记得我上次啊，在美国的购物网站有一个 Black Friday，、嗯、然后我就用 Search VPN 去连嘛、嗯，然后买到了一个超便宜又超好闻的香水，台湾没有卖哦，而且重点一支才1290。我知道你上次有牌子的那一次、嗯、对，重点是透过 Search VPN 不仅可以看到一些美国的影集啊，一些 地区看不到影集，还可以得到他们第一手消息。哦，这很重要。对，重点是我用了，我现在开网络都会开 Search VPN。我之前不是很常信用卡被盗刷，买是 OnlyFans 吗、嗯？现在开始就不会了。而且重点是网页就不会跳出一些奇奇怪的东西，不会记录一些奇奇怪的东西。哎、欸，真的是真的耶！嗯、而且用 Search VPN， 就是你删除了之后，它也不会保留你的所有的资讯跟资料。相较之下，它更加密了你手机里面的所有资讯。是，而且重点是现在输入专属优惠码 FJ34 就可以免费使用3个月，那使用一个月后不满意。无条件退费，我们最爱 Surfshark VPN。我愿意看他演《小美人鱼二》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妖，是你的菜，是你的菜。怎么有种去国外 gay 趴的感觉？好辣，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还是因为这个东西。我觉得可能是你担心太久。好辣，嗯，哎、欸，这很厉害耶！真的假的啦？我不相信哎、欸！我摔东西吧。这影片是送着我来的吧？而且我讨厌有抖音的人刻意售卖一包，我觉得太做作了。
我愿意当他的终点线。往我这边前进吧，往阿姨这边来，对，不要怕，对，冲过来，冲过来。那是真的假的啊？真的，他们都这样子。他吃了就用手机遮住脸，他脸里面很肿，你还要帮他吃？可那个身材就可以了，我这个人就是很盲目。我盲目的人哦，盲目的女人。好大一根哦！不行，哎，他那个内裤是内裤吧？对。然后其他身上是用画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衣服吧？哦，是画的耶。画的耶。可以，我很喜欢的。他如果他开 OnlyFans， 我应该买。你会觉得国外的这种户外趴都很多种？嗯。他车的那个晃动就是反映在他的那边呢。这种方法你可以跟他说完吗？哦，我可以，是吧？啊，早就不要附和你了。哦，好辣哦！真的好辣哦！这种脸我自己看就不行了，太受不了，太是太可爱了。喂，你吃喽。这个完全是我的大菜，他什么事都没做哎。可是他会运动啊，身材又好，又白又高，你酱也太多了吧？太辣了吧？这个视角不行，我不行了，我太像我跪在地上了，太有互动感了。打好邻里关系，是不是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？你要受不了了，好像是你开的门。嗯。啊。哎呦。哎呦，是我们饿坏了。嗯。我们饿坏了。蛮可爱的，但我嗯，可以给他当朋友。拜。而且你知道，我发现这一天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什么点 ？House of Fairy 的 Barry 的来在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不心动挑战。那如果你觉得是我的菜，或者想跟我看电影的话，可以私讯我的 IG。好了好了，那就是大家帮帮我们的 Josh 一个忙，好不好？嗯、他想努力脱单，但我觉得其实保持单身也挺好。我知道你现在我到单身到什么程度吗？我现在连闪电侠跟蜘蛛人都没看过，好单哦，好单，好可怜哦，好可怜，没有人跟你去看，没有人跟我看哎、欸。你有室友说跟我看，我说我才不要嘞。哦，一定要跟男人去看，要跟男人去看。好了，笑话。老公才刚嫖妓回来，老婆就说想跟他坏坏，老公会说没有子弹了。成语无机可乘，你蛮 OK 的，对吧？我是对的吧？才干过人哦，老婆生小孩，但发现是隔壁邻居老王的，猜个成语。嗯，张冠李戴不是，喜获麟儿。辛巴姓什么？星明星的妈妈吗？星巴，星巴，大道吗？不是星巴，星巴，星巴姓王，
什么？因为狮子王辛巴。哦哦，辛巴，好烂的笑话哦！而且你刚哈那个表演，踩不上狮子。